界不遥远，慈悲爱相连，菩萨行者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语。梁玄帝，梁玄帝大定年间啊，那么这个梁玄帝大定年间呢、啊，就是叫做后梁，而这个后梁继续呀、啊，有33年的历史，啊，一直到隋朝开皇7年呢、啊，才被隋朝灭掉，那是因为他投降于北魏，就是后来变成西魏啊，那么又成为这个。后来的北齐、北周之类，啊，那个时候，经过陈武帝那啊陈朝一段，啊，这个梁玄帝的那一点点后梁的地方啊，还保存住，一直到啊这个魏王了，啊，齐州也没有了，成为隋朝统一天下以后，那么这个后梁才灭掉，啊。那么为什么说到这里来呢？因为这一位法通禅师啊，他入灭的时间是历史上写作梁大定五年，而这个梁不是梁武帝那个时候的梁，而是后梁，就是梁玄帝这个年号，第一个年号就是大定五年呢、啊，有西历纪年559年，他在西历纪年559年啊，梁玄帝的大定五年，实际上那个时候南朝已经是陈朝，是陈朝陈武帝3年啊，559就是陈武帝3年，那一年这个法通禅师入灭，法通禅师那一年入灭就在伞盖山，他入灭的时候92岁。啊，从25岁在伞盖山，一直到92岁入灭，这段时间都是在梁朝。啊，所以因此这个前面说景安王，有的时候会被误会，这个景安王啊是指的这个这简文帝之外，另外一个景安王萧方智，是梁元帝的儿子萧方智。一认为是梁元帝的末代皇帝萧方智啊，那萧方智也是封过景安王的，所以这个同样叫做景安王啊，同一个朝代有两位王都是叫做景安王，很容易使人搞错。因此我们以时间来比对，详细校对出来，认为这个景安王一定不是萧方智，不是元帝的以后的萧方智，应当就是梁武帝死了之后，接下去的那一位就是简文帝，就是萧纲，简单的简啊，文武的文，就是梁武帝之后就是简文帝是很可怜的，他的命脉都把在这个侯景的手里，很可怜。那么有关历史的事情我们不谈。那么由此可见呢、啊，讲义里面所说的水灌和尚，他很像啊，把两个事情混合起来，啊，而且把这个法通禅师的故事搬到绵竹去，而把这个景安王把他看作寇，这差远了，相差太远了。我不晓得他这一段记载是根据哪里。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查遍所有关于这一类的历史的文字啊，
都没有查到，其他没有一部书记载说这个绵竹的水罐和尚因为寇盗来了他就入水罐而把这个叛徒把他赶走了看到水不敢进去然后走掉了。如果真的那么好的话，我建议国防部叫他们那些大兵啊好好的去修水罐修火罐，不用打仗也不用黑子，一入罐成了他们就不敢来了。你不要灌什么灌火好了，灌一个火罐看他们怎么进来，这不就行了吗？可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因此啊，我认为这个讲义里面讲的我只好存疑了，不晓得他从哪里搞出来的东西。因为在这个高僧传里面，这两位会入水罐的这个高僧他都没有这回事，而尤其这个伞盖山的这个法宗禅师还没做解文帝之前是景安王的身份去见他的，而且还要斋戒沐浴自坛恭敬才能见得到，否则马还不能进去的可见佛法以恭敬心至为重要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呢，要讲历史了。有关历史方面你听到这里前面讲的两位水罐和尚都是到了隋朝或者是到了陈朝这个时候就入灭了我们楞严经是到唐朝唐中宗神龙元年才翻译过来的，那个时候已经西晋的705年了，相差200多年，他们没有看到楞严经啊，知道吗？这不要又是把历史啊，把历史左右搬了因为他们两位都没有看过这个楞严经像这个法宗禅师他西晋的559年就入灭了，而这个楞严经是705年才翻译过来啊，那过了100几十年，将近200年这个经文才来，他怎么知道修水罐啦？他怎么会修水罐啦？没问题的，我跟你说，禅法里面有一个叫做十遍处定，十遍处，周遍的遍，处所的处。十遍处定啊，就是青荒池白地水火风空湿这十样叫做十遍处定。青荒池白是关于颜色，用颜色修观。地水火风跟空跟湿，这是以心依这个依境去修观。所以这个地水火风可以修观成为入定的方法老早就有了，不要等楞严经来历史上这个要搞清楚他老早就有了，楞严经没有来之前他已经有了。为什么呢？智者大师的法界次第里面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都有说到所以在隋朝智者大师那个时候这些定功啊都是非常普遍的，古人真正修定都是真正下过功夫的就是根据修法一直在做不停地做，按照这个真正的修法去做，那么另外有扶持的人让他修行成就。所以呀唐朝之前有很多高僧依这个定功去修成就的不会少，而这历史上有记载的我们只在高僧传里面看到这两位，我们相信必定那个时候成就这些十遍处定的或者是水火甚至空是都能成就恐怕这个高僧传里面呢没有查到，没有发现，没有把它记载起来而已，很可惜。我相信必定大有人在那么到了唐朝六祖以后啊才变成宗门下参禅的方式
那么以前呢，差不多都是修的如来禅，修止观，啊，或者是修这个十遍处的心意，叫做十一切处，十一切处啊，一法遍于一切法，所以叫做十一切处定。因为这个十遍处定啊，老早就已经传来了。楞严经没有来之前，这个十遍处定老早就有。所以刚才讲到的这个法净禅师、法通禅师啊，法净禅师的水观成就，人家称他叫做水观和尚。凡是书本上记载说水观和尚，不是指别的，就是法净禅师啊。那么法通禅师不但水观成就，火观也成就，他火与水可以同时观啊，火灌了过了之后，火灌收起来就灌水，那么也许他还有其他的灌门都成就都不一定啊。这个人的定境必定是非常之高，所以他入灭的时候就在坐住入灭啊。他入灭的时候，他只伸出两个手指，伸出两个手指，那么很可能那个时候也许在这个所修的这个断烦恼的次第上，也许他是正道二果啊，但是他的这个水火定啊，老早就已经成就很高的境界。那么他25岁住在伞盖山，那个时候景安王去啊，去见他的时候，他顶多也不过是30几岁、40岁左右而已，所以可见这个人必定是多生修来啊。那么他这一生很快就成就，而且他8岁就晓得自己自动的出家，这个非常不容易的啊。所以我们看有些书本呢、啊、往往在历史上让我们怀疑的地方，就是刚才看到这个圆云法师讲义这一段文啊。如果按照他的这个原文所说啊，我们去查其他的就没有这种说法，所以按照高僧传里面所说明的，我们可以明白他所说的很可能把两种事混为一谈，而把王看成寇，那就相差很远了。为什么会融成这个样子，我们没有办法到长吉光去请问圆音老法师啊。那么只好根据历史事实记载拿来做啊，做研究做参考。真正的历史是如此，按照我刚才说的啊，讲义里面所说的，我是没有看到第二本书这种的说法啊。也许书有未曾经我读啊，书很多啊，我没有看到的太多了，也许他所写的是我正好我没有看到的书，也有可能。我不敢说这个事情一定没有，但是看起来很像是两样事情混为一谈，甚至把伞盖山搬到绵竹去啊。这是有关修水观的正念的说明，说到此为止。接下去的下文文字不多啊，我们把它下文说完，那么成为这个水观的一段落啊。看出经文，逢无量佛，如是至于山海自在通往如来，方得往生。月光童子说，他从此之后经过亲近无量无边诸佛，那不晓得亲近过多少佛了，无数量那么多啊。到了后来亲近这个山海自在通往佛，有人也把这个山海自在通往佛把它看作这个35佛、53佛、88佛里面有一位叫山海会自在通王佛，他有个智慧的慧字，这里没有啊。所以我认为不可能是哪一位，不可能是88佛里面的山海会自在通王佛，因为一方面他少了一个慧字，这里没有慧字；一方面他是在无量劫前的事情，不是现在，可能啊与88佛的那一位山海会自在通王佛是两位佛，不是一位啊。不要看认为一定是哪一位啊，不有些注解是指代边，也有说不是的啊。到了这个山海自在通王佛的时候，他清净，他那个时候才忘身，就是身的观念完全消失了，也就是说我执完全断，没有人我执啊。
不但没有人我知道他的这个水灌成就啊，法旨也消失了啊。以十方界诸相水海性和真空无二无别，这个时候跟十方世界的所有的相水海一些水分啊，它的体性跟真空完全相合，就是前文所说的性水真空，性空真水，没有两样，无二无别啊，没有差别。今以如来的统真名喻菩萨会啊，我现在在释迦牟尼佛，这个如来是释迦牟尼佛，在释迦牟尼佛法座之前成为菩萨的阶位，统真是菩萨位的一个名称，就是这个十住十行持回向里面呢也有一个统真位啊。那么他参加在菩萨的阶位的法会当中啊，成为佛的法王子之一啊。佛问圆通，我以水性一味流通，得无生人圆满菩提，是为第一。佛问大家怎么样的证圆通，以我月光来说啊，我观察水的性质只有一味，同样实性啊，它能流通在十方世界无处不有啊。那么由此修水观啊，以内水与外水打成一片，心水与这个水的实性打成一片啊，由此得到无生法忍，证到无生的果位。那么由此将来，由此可以圆满无上菩提。圆满菩提的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就是究竟佛果。意思就是说，依水观修行，能破我法二执，由此而道成佛。因为他的老师水天佛就是修水观而成佛的，那么月光同志修水观，将来一样可以圆满菩提，一样可以成佛。所以由此修水观成就破我法二执，断烦恼，证菩提，成就无上佛果，这是我认为最方便最好的方法，是为第一，这就是第一个最好的方法。这是月光同志的看法，认为修水观可以由此证到究竟佛果啊，最起码现在可以断烦恼了生死啊。由此可以知道，八万四千法门门门可以入道啊。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啊，这里的水观呢，跟十六观经，就是观无量寿经的水观不一样，不一样，不要混为一谈啊。这里的水观就是以水为观，无量观无量寿经的水观呢，它是因为要观极乐世界的琉璃宝地，因为要观琉璃宝地呀，借水为前方便，先观水，就把这个大地观成水，观成水，水是透明，琉璃是透明的，极乐世界的琉璃宝地要直接观很难，先观水。水观成就之后，然后把水变成琉璃啊，从水变成琉璃，成为极乐世界的琉璃宝地。所以观无量寿经的水观是借水为观而成极乐世界的琉璃宝地啊。这里是以水为修行的法门，由此去向于心水合一啊，心识的心地跟水的性质完全合为一个，由此啊断烦恼成菩提啊。所以灌经的水灌是由此修行而去向于极乐世界的灌成琉璃宝地的这个前方便，水灌成了就可以灌这个琉璃宝地，就把水变成琉璃宝地。这个情况跟这里的修法不一样，要搞清楚。那个水观是前方便，要观极乐世界的前方便而已。等到水观成了，观成琉璃宝地了，那个水就消灭了，也就没有水了，不用水了，以后也不再观这个东西啊。就像修其他的极乐世界的衣帽观门一样，等到观成了就是极乐世界啊，不是把自己身体跟水分为一个，不是这样。这里是把水跟自心完全要打成一片啊。这个办法呀，
我在其他的书本里面有看过有一则故事啊，说修水罐啊，假如你在天气太热的时候，他叫人修水罐啊，这是一个办法。怎么的？天气很热，热得简直受不了，你把腿盘起来修水罐，眼睛闭起来想周围都是水啊，不用冷气啊，不用冷气，这是心里面的冷气，不用冷气，这个罐修成了，周围都是水，当下清凉。天气太热，热得没有办法，一个办法修水罐啊，可是这个并不容易啊，虽然不容易，要肯下功夫，有成就的可能的。那么反过来说，天气太冷了，冷得受不了了，怎么办？修火罐，灌火，周围都是火，熊熊烈火，怎么会冷啊？冷不起来嘛，啊。这是教我们现在就可以对治这个现在这个五浊世娑婆世界的苦恼的对付方法，也可以呀、啊、拿来应用一下啊。水罐说完了，接下去是风的风大的圆通，留下去讲啊。护持台湾燃灯功德会，邮政划拨，户名社团法人台湾燃灯功德会，划拨账号50323858，50323858，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202-608，012-001-202-608。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供斋、点灯、慈悲施食、药供、烟供。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起建49日药师法会，日期5月2日到6月29日，时间每日下午2点开始，恭请湛信法师主法，联络电话06-271-6616，06-271-6616。或06-271-6612，06-271-6612，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义，共沐佛恩，避免信众于密闭空间无法保持社交距离，一律采直播方式共沐佛恩。欢迎加入分会赖群组，可登记病苦者每日法会后皆会回向。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诚征义工，联络电话06-271-6616，
或0627166122，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二段345号。Yeah.